回顾一下上集， Fox 去了扬州雍措以及卡若拉冰川，随后来到日喀则进行休整，下个目的地就是位于拉萨市北部的纳木措。在纳木措南面的山脉是念青唐果拉山脉，从日喀则去纳木措有两条路可选，可沿318国道回到拉萨，在北上前往念青唐果拉山，又或者走更偏僻的304省道。和我则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304省道。如果是看过我美系 vlog 粉丝都会觉得，你看这边的植被各方面色调都非常非常像美国的66号公路，但是我要说这里是一个强化版的加强版的美国66号公路，因为美国66号公路比这里要单调的多。对了，还有一点呢必须要称赞的，就是你们看这个手机信号，4G 满格，而且不是这个地方4G 满格，反正我开到现在为止全程4G 满格，这个就是原版66号公路都比不了的吧。在这个西藏还有一个特点，你看月亮既然几乎是白天都是必然能看到了，这个真的是内地的城市真是没法想象。你看我以无人机作为背景，这边是山，这边是月亮。
今天呢，我是真正的起了个大早了。现在时间是7点多，但实际上在西部地区7点多的话，可能是相当于内地的6点钟左右，所以天都不怎么亮，所以确实是非常早的。然后从当雄到这个纳木错景区，大概是60公里的路程，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的行程。刚刚我把这个纳木错的门票给买了，120，只收现金，然后挺尴尬的，我就找了前面那辆白车的上面的那位朋友，用微信换了50块钱现金，他凑够了。不过其实他们也告诉我，其实可以在网上购票之后再来这边换票也是可以的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。再加上这一带4G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 然后我就